24日，曾参演《幸福三颗星》的演员陈婷妮为某品牌代言，粉丝特别贴心的为即将生日的她送上蛋糕，让陈婷妮开心不已。即使戏已经杀青，但因戏传出绯闻的陈婷妮和胡宇威感情依然热烈。即将生日的她被问到是否会和胡宇威庆祝时，大放烟幕弹。不过对于生日礼物却是不会嫌多，甚至隔空喊话胡宇威希望收到礼物。你说胡宇威吗？应该是不会吧。他会送你礼物？我不知道，要问他。礼物这种东西是不嫌多啊，但是也是不要跟人家要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礼物不是重，不是说拿到什么，应该是说心意啦。